那你是安怎会去听罗家风云？昨日明明讲，你甲罗家风云无任何约束，敢毋是？班长呀，你嘛真奇怪呢。阮要选择甲谁合作，毋就是看眼缘，甲评估对方的能力。你应该毋是认为阮陪你应酬一下，甲你饮杯白酒，一定要让你面子听你吼？无人像你安尼做的啦。什么拢要吃，就是不爱吃亏；什么拢要爱，就是面皮无爱。哦，今日阮真正足歹交陪呢。电动我慢条啊，是怎搞的事？是老师做错了。慢当的啊，你不是做搞的，你是毁药做的。将军。有话好好讲，莫阁刺激万当的啊！人情留一线，日后好相看。讲到真好听啊，煞选择到做对头。敢讲你是针对我来的？万当的，你想过搞猜疑啊？我昨唔讲的话，有倒一句无影。而且我之前甲罗家峰并无接触，我是要哪到伊有任何约束啦？这我能证明啊。因为甲罗家峰接触了，是我。我处理代志吼，我马上放心啦。从来唔捌干涉过。恁母仔囝两个人，倒一人去连托的，敢有差？我只是要证明我并无讲白菜。我拄则都讲过啊，我只是代理王董的来执行伊的权利。我替伊选择五三集团适合的人选。我看来看去，只有本董的伊权高望重。有真正是款的人，既然伊支持罗家峰，我阁吴依林，我当然嘛爱支持。安尼，我对王董也唔叫我得交代。我看，这根本就是你的借口吧？万董的啊，应该解释，阮妈拢解释啊。阿妹是唔是就在你？歹势呢，阮阁代志要来处理，无必要陪啊。妈，我话未讲煞，你要来。这个卡丘，妈，你这样是不好的。这卡雷不听啊，万老先生敢会看见？我不会跟你挑战意思啊！哦，文亮，看起来阮妈决定要跟你合作，是真的。因为君子袂识黑袍啊，而且输啊就是输啊，无你大行输一半的呢。我是挂上当的扫把佬，才要对伊出动手。文亮，客气啊，将军，来走。是。从苏金都家，伊几个无数，哪会感觉真实在？我走去董事会，只是去管理。也毋过，其实我有摕到一位独立董事的委托，我今日冇投票，我投反对票。你投反对票？是安怎？
你无听有细嫌，我有我的原因呐。万当然真无欢喜，气不过走来找我。我俩真讲你翁仔某感情真好，拢无秘密。我就是你已经知影，啊万当然拢无跟你讲。伊无甲我讲代志，讲唔那一件的，是讲上当的。先生，你临时反悔，我是感觉真好奇啊。这武当的一倒落去，照你讲应该是副当署长来代理，要唔讲那会三级跳，直接甲副当署长啊，搁有总经理跳过人过，是由副总经理来召开当署会啊。这是因母家家内事，无需要别人插手。所以讲，就算讲吴信贤，险啊害你查某囝无命，你嘛拢不要无紧啊。还是讲，只要利用吴信贤，伸手入去五三集团摕好处，啊，这文员拢会当辜负掉啊。这你就无了解啊，阮两家做亲家，已经过两年。就算是有甚物冲突，嘛是亲家门风悄悄地当解决，别因为别人西龙带了病。中当的，你应该不是想要趁这个机会西龙阮两家，然后对内底得了甚物好处？夫人，你搁讲你甚物拢唔知，我看你是扮猪吃老虎，规人看伫眼内的。我无遐尼高啦，只是阿兄对白久啊，加更知影那天有无。你看这吴信贤呐，一上位就想要甲方产霞挂住去，我家则是无成功。啊，你看伊安尼，你敢拢袂惊？我看这个万新民的手段，想比吴信贤搁较粗残哦。什么贤呐？你欺负伊哦？是家己想骂人。甚至是动手要拍万靖宇，好佳哉是万当动落来啊！伊甚至想要对我泼水，去卡动手。这将军哦，都害家己吓个迷迷毛毛，在场所有人拢在看伊笑话，完全无一个查某囡仔款。夫人，你敢要无反对我嫁是万新民哈？我家己查某囝。什么时阵轮到你讲事啊？也唔过夫人，你拄只咧偷笑呢，未输敢那幸灾乐祸，想要看万新民笑的赶快。你是咧白讲啥哈？你这个查某到底什么心态？你安尼使人别人不要囝的亲情，我今仔代替阮新民，好好甲你讲事啦。哎呦，夫人。要紧吧，我扶你起来。没你该好心啦。你走来甲阿公家是要创啥？你就是要甲我等你今仔日，安尼创康阮翁哦。我警告你哦，我唔管你是啥物国际企业，还是国际不企业，你若敢去做阮房客，对你绝对无好处。地当的查某囝个性真温柔，伊向拢袂甲人起冲突。敢讲是因为过了万条万三四十年，气质拢变去，规个人的个性甲较早拢无同啊。一个人的变化，敢真像遐大遐尼大？林委员，我甲你讲啊，咱两人即摆是命运无做伙，啥物人拢袂当放三箱。相公。当我先来一口气，那吐够，我就离开你。事后我才看万新民、甲万正局这两个姊妹啊，想要插伊。到最后，也是注定做一个孤单老人，什么拢无。你条村讲这么简单，你就是讲你离开我，你就得安稳过日，免消愁啦。你若甲真相突破，恐惊你会死哦。
威胁我？我不是威胁你，我是讲实话。咱国际实业董事长张淑金，伊绝对不是为着生意才来见人的，伊是有目的来接近咱的。张淑金跟咱的代志有什么关系？你无像说完这样一阵，敢若无想过，真正的说完背后有啥物背景？你讲我无情无义，公公，这嘛是骗我的。说完的爸爸是一个个性真古怪的人，伊真疼惜说完，也毋过伊无认同阮的婚姻。所以不才会跟素媛都没联络，他若是知道素媛已经死了，绝对会来找他讨命。如果你这个假素媛，他也不会帮你刷了。这跟张淑金有什么关系？你看这，今天张淑金在董事会顶面还不幸嫌失去代理董事长的资格，我早去找伊算账，这是对伊身躯顶拿落来物件。赶快来躲！意思是，董淑金是特搜员爸爸派来，刚刚特搜员爸爸，可能我接走不干。这张淑金跟搜员爸爸是甚么关系？我还阁不了解，因为搜员爸爸的个性一向拢真秘密，发生啥无尽头。要么我当确定的是，一旦把家辉藏在心上，伊的身份跟搜员爸爸应该是真我。都真讲唔是查某囝。应该嘛，臭无完全啦！我乖，拄只伊伫落来甲我砸落来，佮讲一寡有诶无诶，一直伫咧试探我。早去找你，你无白讲话吧？我甲遐尼讲，我知影家己身份了，毋是伊骂你，真久诶时间你拢无发现。无论你对我有偌侪怨恨，在张淑金面头前，咱两个绝对袂当别空。啊，若无，恐惊你来跟我讲你讲话讲历史。敢讲你真正愿意跟我后世人搁搞做伙？第三原因，爸爸确实有甲阮超云见过过，一定就惊，即个伫即时阵无说你讲出嘴，看起来第三原因爸爸讲会到做会到，我想别空了。万不可能无代志。伊若惊出代志，那你伊就上好较注意。我甲你警告，我伫外口会当继续继续地扫啊。啊，毋过伫个即个家，你莫提出红事来解释，我无食你一套。你只伫外口，加较剩下就一百蚊啊啦。啊，若即个家是我甲扫完家。以后所有的东西，你想都是要给我卡掉。多谢你给我提醒。原来你这个家，我这年多的邻居，以后你最好是较注意的，莫让我生气。啊，若无我心情歹哦，若是无说你拍破什么杯啊，还是拆破倒一件衫，断掉倒一个手指，迄就真歹讲哦。你竟然敢用素媛的话语来威胁我咯？我不是威胁你，我是在给你提醒。现在的我爱创啥就创啥，想要安怎就安怎。你就爱我心情好，才会当保你的平安。